斜，注意钝完之后向左下方斜行笔。横撇横要气短一点。竖画在中间要短小，这个横画拨住这个竖的笔画，斜这个撇离这个地方要近一点，顿完之后向左下方快速的提笔出锋，捺笔由轻到重，顿完之后向右提笔出锋，可以粗一点。整体字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部分要宽扁不要太高，撇画长短要变化，间距要小，这个空间大一点，突出这个笔画，那这个横画向左探出去一点，